第29题，下列何种现象与光的折射无关 ？A. 游泳池底看起来比实际的深度还要来得浅，这个我们在上课讲过，这是因为折射的关系，所以它看起来会比较浅。B. 筷子斜插到一半的时候看似折断，这也是我们上课提过的例子，筷子斜插入看似折断，所以那是因为折射的关系。猪阳光通过三棱镜之后分散成许多不同颜色的光，这叫色散。色散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个不同颜色的光它的折射情况不同，所以颜色会分开，所以它也跟折射有关。那么选项 C， 他说平静无波的湖面有山的倒影，那么这个是错的，因为呢它这个是像湖面就好像是镜子一样，还有山的倒影是因为反射的关系，而不是因为折射的关系。所以呢我们第29题的答案呢，应该说与折射无关的应该是选择 C， 平静无波的湖面上有山的倒影，这个是反射而不是折射。